即就係下次喺呢個温暖嘅季節咧，好多鳥 B B 都茁壯成長，開始探索呢一個美好世界。夏天多雨水温暖，特別適合鳥類哺育下一代。温哥華嘅 Barry 影到啄木鳥辛勤喂養鳥 B B 嘅精彩畫面，觀眾 Annie 亦都見到一對樹燕來回咁奔波，為初鳥找尋食物。 真係天下父母心。多倫多嘅 Peter 嚟到中央島舉辦嘅國際龍舟節，一如既往有好多中外健兒參加，全力以赴力爭上游。列志文嘅 Eddie 屋企嘅花園鮮花盛開，五彩繽紛為生活增添情趣。最後嚟欣賞一下 Cindy 自制嘅藍莓夏洛特芝士蛋糕，送俾親愛嘅父親。多謝觀眾，如果有居家生活想同大家分享。歡迎去到我哋嘅網站，點擊 Photo Tips 就可以啦。